不放弃，我要唱下去！掌声鼓励鼓励啊！时间过得真快，今天是我们第二季的《我要唱下去》的最后一季了。那么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呢所得到的奖金呢是49000块钱来做慈善。掌声鼓励鼓励，给我们12集的所有的挑战者，好不好？不过我希望今天呢可以挑战50000成功。今天我们请到了3位。都是 superstar 的好歌手，我相信他们对歌曲的熟悉度啊，应该是很高的。第一位，掌声欢迎孙文海。哇哦，大家好，陈迪雅。杨佳莹。再一次的掌声欢迎他们。大家好，广大哥你好。对对对，哎，说一下孙文海很厉害，能够到湖南电视台发展，是的。而且听说在内地你的知名度真的很高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想到回来新加坡呢？对，因为当爸爸嘛。哦，就是为了小孩回来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哈，如果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有了自己的宝宝，一定要回来。啊，典型的一个爸爸在这边嘛。劝你还不要这么讲，对不对？我不是不要出去。7个女儿8个孩子了，你看。同一个老婆生的吗？所以我到外面都不敢随便打小孩，我怕打下去，爸爸你干嘛打我？我要负很大的责任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真的回来是对的。是的。再怎么讲，家还是最重要。是的。那据我所知，这个迪雅跟这个佳莹最近两个人都在忙你们的唱片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是拜托，拜托，你们是拜托好不好？拜托，拜托，请买我们的专辑。对啊。就叫拜托，拜托买我的唱片。对，好了，谁先来接受我们的挑战 ？Ladies first, me。好，孙文海先来，其他两位请就坐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加油。现在我们马上来看看，我们有哪9个组别的歌曲。周公报道，香港实力唱将星光帮，身轻如燕。转身离开，名师出高徒，王牌一张，我跟你回家。第一首100块，一直挑战到50000块。好了好了，跟你回家了，跟你回家了。这那个题目吗？哦，吓死我了，跟我回家。回家真的吗？我觉得那个很 Q 啊。OK， 我们来看哪两首歌。第一首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，欧阳菲菲，70年代。今天不回家，姚淑荣，1969年。文海，文海，孙文海，你过来，孙文海，你过来。安迪的歌要找安迪，不是，明明就超适合你的那种70年代啊，1969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一定会选择《今天不回家》。是的，马上我们就来这首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。没有了，我因为我以前听过我妈妈唱这首歌，所以你选择的是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，爱的路上我和你啊！来，掌声表示一下。啊，谢谢。相逢，欢迎你爱的路上与我同行，陪着我度过良辰美景。迎着微风，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，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。有一个，睁开你的大眼睛。看不停一切就憧憬，我们走上这爱的旅程，与我同行，你应该我们都是难抵的。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上一句歌词。哦、oh, ，OK OK， 与我同行11个字。
你应该觉得心里是轻轻松啊，你应该，我知道有轻轻又松松，这不关我的事。与我同行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。对了，十一个字，肯定的话，请告诉我们那通关密语的四个字，锁定歌词。好有信心哦，这样就锁定歌词。孙文海说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是正确的歌词，正确100块钱，不正确不只拿不到钱，连后面那两只也要跟着回家。赢了这是100块，100块好难算。好了，我们掌声谢谢孙文海了。来来来，下一个。你对谁的歌比较熟悉？对张惠妹啊，孙燕姿啊。所以我刚才是一直在看那个张家班，张家班姓张的人啦，张学友、张信哲，对，张开口，孙燕姿嘛，孙燕姿就在那个身轻如燕，身轻如燕不一定是孙燕姿，就觉得应该会有啦，应该会有，好像周的感觉是周杰伦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话我很开心呢。为什么？我好像是你 boyfriend 这样呢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应该会有啦，应该会有啦，应该有啊。舒服啊，今天晚上。OK， 那你要选择什么，亲爱的？我真的有一个感觉，是孙燕姿应该躲在身轻如燕里边。那你到底要选身轻如燕，还是要选张家班？你就给人家一个答案嘛。讨厌。说啊。等一下我把你的 ribbon 剪掉，我跟你讲。为什么你想？你是那种 ？OK。我不是那种。OK， 好，身轻如燕。真的吗？来，身轻如燕。恭喜。我跟你讲。神奇，因为数不三我唱过。OK， 也就是说你会选择，真的很开心，嗯。掌声鼓励鼓励一下，孙燕姿神奇哈。耶。来，两位跳得很好啊。对，真的，两位跳得很好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我们来看上一句歌词，我们有 bonus 给你，对不对？闻了才发现是咖喱作祟，恒河水菩提树叶，古老的情节。什么？恒河什么？恒河水。哦，恒河的水。对。所以你看，会唱歌的人总是喜欢耍花腔。恒河水，不可以好好唱吗？恒河水，你看，对，恒河水，你看，来，恒河水，恒河水，菩提树叶，古老的情节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咖喱跟这些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吗？对啊，就这首歌是。你看，你这种人讲话就是跟唱歌已经是一种习惯了。啊哈，有。这种就是唱歌的一种习惯，有些人唱歌唱的习惯之后会把那个麦拉远再拉回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呀，好嘞，这是麦康车。哇，来来来，赶快赶快赶快，这是 OK， 再弹下去我们十一点，锁定歌词，五万块，200块。Thank you.
好像很恐怖哎，天哪！我真的还好，我没有娶你，我也不是你男朋友。嗯。不然你是 drama queen 呢？你什么 pattern 都有一首歌而已，你什么 pattern 出道完？等一下我也很冷静。哎呦，我们再次的掌声谢谢一下我们那个。谢谢。